就是讲的是第五个啊，就是迁出泰国，就迁出泰国也是分四个方面来，进行叙述的。首先是这个破除不得福德之争那么不得福德之争呢，就是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公患佛神德，如公是有佛啊，就是讲这个宋词。那么这个宋词的字面意思之前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个对方就是给我们就是发出泰国，也就是说是进行辩论。怎么样辩论呢？对方就是站在就是一切万法是实有以这个观点的立场啊，就是以这个立场上呢，他就开始就是辩驳道，说你们这个大乘这个中观派认为一切万法都是没有这个自性的，僧一地当中呢，就是全是你四边八气；四宿地当中呢，就是虽然有现象，但无有自性，就像如梦如幻、如阳焰、如岁月等等，就是以这样来比喻这个说明的。如果是真的是一切诸法啊，就是像那个幻化一样，就是虚妄不实，这样的话呢，哪有很大的过失？怎么样过失呢？那一切这个玩法，如果是虚幻的话呢，那这个佛陀呢，就是也变成了这个虚幻不实，像碎泡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佛陀啊，就是供养呢，就功德都已经这个耗尽了啊。就是有些呢，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那个优不宗和或者说是一些优实宗跟那个中观派之间的一种辩论，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凡夫人的话呢，跟他们相同的有些邪见啊，有一些相同的疑惑啊，这些呢就是经常存在的。因此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学习之后的话呢，凡夫像里面心里面的很多的这种疑团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解开的。所以
学习总管呢，对每一个人来讲啊，就是的确是这个意义就非常大的。那么对方给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以后的话呢，我们说虽然你们说的是对，就是一切玩法呢没有一个这个真实的自信啊，就是尤其是以神一敌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就是远离一切细论，然后以世俗敌的这种角度来这个分析的时候，也是任何一个法虽然有它的明明清清的现象，但是从它的本体上、因缘上，以及呢，就是它的这个过程面进行剖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就是不能成为这个这种这个不实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全部呢，就是我们中观称为的实空啊，就是就不可能就是有一种这个堪忍的，或者说是一个诚实的东西，就是不可能这个有的。那这样一来，会不会是刚才他们所说的这个过失啊？就是供佛呢？就是他的功德这个好景的过失有没有呢？这个是绝对是没有的。怎么没有呢？因为我们这个所承认的呢，不仅是这个我们供养制啊，就是供者的这个我，就是也是这个在因缘当中也是这个虚幻的，就如幻化一样的。然后我所供养的这个供品啊，就不管是水果也好，或者说是以接这个事件的这个人和就是诸人和诸人所这个主持和没有这个设置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供品呢、就是供品的话呢，也是这个如幻化一样的。然后所供养的这个事件未来过去全部呢，就是也是这个在这个如梦如幻一样的。所供的这个对景呢，就是佛陀的话呢，也是这个不管是这个以前这个正在注视宣说佛法的佛陀也好，或者说是现在就是这个佛像面前也好，佛殿里面所供养的对景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也是这个幻化的。但是这样的这个幻化呢，全部是幻化，也最后获得的什么呢？就获得的这种这个幻化的这个过位啊，就是也是这个幻化的福德幻化的这种资粮呢，也是完全是让这个得到的啊，就这是那个佛陀呢，就是在那个这个什么三贤还是清文记呢，就三贤还是清文记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我即清净幻无为智法胜，就不推转论啊，就是不推转论的这部经典当中呢也说了，就是一切法如幻，菩提也如幻。我想是我们要懂得这个虚幻不实的这种道理以后的话呢，对击倒过的就是一切执着呢，就是也会这个自然而然这个消失的。但这样的这个显而不实的，实际上就是也得到一种幻化的这种福报福德所以呢平时大家这个自己修行念多少咒语啊。然后做什么功德的时候呢，也不要有特别这种这个强烈的执着，应该动到这个它的本体是这个空性的。讲那个就破除不能戒慎之争啊，就是因为刚才是这个如果是空性的话呢，就是这个福德不可能得，那么现在说是这个如果是空性的话呢，这个戒慎啊，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这个扭转这个生死呢，就是绝对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个从此当中是这样说的，由轻若入幻死以运和神啊，就是死以运和神，中言聚合也随还也当神，云和因救助由情称是有，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是宋词当中也比较明显，就是他们说你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认为是一切法都是这个如梦如幻啊，就是如杨言这个岁月千大不成等等，就是一切都是这个现而不是，就是这样的这个空性。如果是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说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事者啊，就是幻化师呢，就是他造出来的这个大象啊、骏马啊，就这些呢，就是其实是就是什么时候都灭的，就很快的时间当中是灭的。那么死完了之后的话呢，啊，这个幻化师的大象又活过来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电视里面的这个人啊，就是通过大藏，就是最后就是死了的话呢，就是他就认死了就死了，然后在这个电视当中的话呢，就是活过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们佛教呢，就是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众生啊，都是这个从无始以来的，现在呢就是扭转，就是轮回啊，就是一直连续不断的，就是生生死死呢，就是辗转这个就辗转不断，就是这样的。佛经当中也说是由轻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啊，就是犹如车轮无始终。佛经里面也这样说的话呢，那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像是这个车轮一样的，就是没有这个这个开始和最终的，就是一直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漂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轮回呢就是不合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不合理的。我们下面就是进行对他这个质驳。那首先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因缘聚合的话呢，就是你们认为是这个这个外面的这个幻化呢，很快的时间当中会这个。会什么就是灭尽的，但是呢就是也不一定的。要说说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啊，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还不断的扭转，包括你们这个幻化时呢，就是时间当中的这个幻化时，他这个所编出来的幻化的话呢，如果他的这个因缘呢、刚才所说的这些全部这个积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幻化呢毕竟是幻化，但是它呢还是不会灭的，它的这个现象呢就是也是应该这个存在的。所以这个佛经当中也是确实说的，不管是幻化也好，时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法的话呢，还是就是有这个明确的说明。就是记得我们这个中论啊，就是中论讲义里面呢也引用这个校正，就是说是这个因缘赫赫是国宝继承术啊，就因缘赫赫是国宝继承术。还有我们白衣经里面呢，就是也说了这个因缘聚合是其果定成数就所以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只要是它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果啊，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出现的。就十量论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因主果不灭，就是缘。因此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是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它只要是它的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一定会是这个现象的啊，就是这个现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方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啊，就是对方有了也提出一个疑问，虽然就是一切都是这个幻化的啊，就这一点就是你们也是这样这个说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这个承认的，但是呢就是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幻化的话呢时间是很短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话呢，就是晚上很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是做梦的，然后呢外面的一些音响上面的这些这个幻死的话呢，就是也是刹那间呢或者瞬间呢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当中现出来的。而我们众生呢就是不想痛的，从无始以来到乃至成佛之间呢那么长的时间的话呢，说明就是在这个时间上面呢有一定的差别。因为众生呢就是他扭转的这个时间特别长的原因呢，就是应该是有的。而这个幻化呢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原因呢，就是不是这个是有的啊，就不是是有的。就是对方呢给我们提出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说云何因久住由轻成是有，你们呢怎么说是因为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呢，就是时间是比较这个长久，因此呢就是他肯定是具有事由的。这个理由呢就是一点也是不诚实的，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如果是这样，就是时间长一点，就是他是事由的话呢，那我们就是有两个幻化，就是有两个这个幻化的物体的话呢，一个时间就是这个三天，就是一个时间呢就是八天。那这样的话八天的这个幻化呢比三天的这个幻化长的缘故呢，就是应该变成这个事有了。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幻化呢就是变成的八天的时间当中，然后那个事有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一天的时间了。比如说一个婴儿呢就是刚生下来了，然后他活一天，就是然后旁边呢就是放一个什么那个连续片的这个电视啊，就是活人家的电视
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放到八天的话呢，就是它还没有灭，就是然后那个婴儿呢，就是生完了以后死完了，那这样的话呢，他的这种这个人生呢，应该变成这个幻化了。另外那个呢，就是变成这个室友了，因为你承认这个时间长的是室友，就是时间短的是那个什么这个不室友，就是那这个呢，就是也不能成为一个理由。这个幻化就是这不过是幻化的这种事件呢，我们共同的这个就是。中人呢、啊，就是有共同的一种业力，这个陈述的这种这个差别。除此之外呢，就应该说是没有差别。因此呢，就我们不能说啊，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众生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啊，就是这个扭转的时间是太漫长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是实有的啊。而这个幻化的话呢，就外面就是显现的这个一瞬间一刹那，就所以呢，就是不实有，就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啊。就大家呢，应该就是知道是从各方面来了解知道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在本体上是，尤其是这个无有自性方面呢，就是跟这个幻化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你懂到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呢，就是对击倒过的一切法呢，就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这个执着。其实没有执着呢，就是心如意禅定的最好的一个途径啊，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破除无有三恶之变啊，就是那么对方呢就是说，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那就是不应该有三，不应该有恶，就是就又开始进行辩论。凡人心啥是无心无罪佛与于有欢心者则成罪欢罪佛啊，就是欢罪佛。对方呢有是这样说的，你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认为是一切万法都是也是这个像幻化一样这个空性的。如果是幻化一样空性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幻化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如果一个幻化的人呢、啊，就是然后杀了这个幻化的人的话呢，就是那个杀者呢，就是也不会犯那个杀人罪的。因为这个一切都是幻化，一切都幻化的话呢，杀害众生也没有什么罪过。然后呢，这个供养这个公平的话呢，就是不应该有任何这个负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中观派不是说是一切都是幻化，如梦如幻嘛？如梦如幻的话呢，哪里有这种罪过和负担呢？就是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对方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尖锐，因为我们确实是承认是一切万法是如幻如梦，既然是如幻如梦的话呢，那幻化呢，就是互相杀害也是不会这个受到惩罚的。同样的，那这样我们真正的这个像幻化般的人呢，就是杀害幻化般的人呢，也怎么会是有这个罪过，或者说是这个供养他们怎么会有福德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要进行这个思维。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啊，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他的这个辩论是比较尖锐，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这个剖析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说是这个凡人呢，就是信杀是无信无罪过啊，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全部都是一概而论的啊，这个确实是幻化的这个人呢、啊，然后这个杀害幻化的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真实的人呢，就是杀害一个幻化的人的话呢，这个罪过的真正的这个杀害根本杀害人的这种根本。罪的是没有的，但是呢，如果是我用刀子来，就是开始今天就是杀一个电视上的那个屏幕上的一个仇人了、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这个杀人的过失的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杀人的话呢，必须要就是杀人的这个四种条件当中的话呢。
对方的这个名格呢，就是要断绝一合才能这个圆满他的智分。那啊，这个对方呢，因为是没有这个命呢，就是电视上面的这个人呢，怎么会是有命没有命的呢？但是我如果升起嗔恨心，我拿着刀就是向那个电视屏幕上这个去杀人去的话呢，就是我还是在阿赖耶上面是以恶行的这种积累和加行，就是什么恶行的这种加行，或者说是这种这个种子呢，就是已经这个种下了，但是根本戒呢，就是不会犯的。不会犯的原因是什么呢？对方是没有这个信呢、啊。就是对方是没有这个信的，因为对方没有信的缘故呢，就是对方不会有酷暑，也不会有这个快乐的时候。因此呢，我给黄华的这种这个堆积呢，就是做供养的话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功德或者布施的话呢，就是没有他呢，就是没有这种接受的信，也没有这个苦乐的这种信。这样的原因呢，就是不会有这个报应的啊，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没有这个信的原因啊，就没有信的原因。而那个实际上的像黄花一样的这个人啊，如果呢就是把他作为对境，我们用这个武器来就是杀害他的话呢，那就是有这个罪过的。为什么有罪过呢？因为这个众生呢就是他的这个名根就是相续已经断了，再加上呢就是他就有这个感受啊，就是无量的这种痛苦，无量的痛苦的原因呢，我会这个犯根本戒啊，就是犯那个杀生罪，或者呢就是我对这个对方呢就是乞丐啊，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布施的话呢，那对方就是生起欢喜心，有这个快乐和欢喜的这个缘故的话呢，对方就是接受了我的这种这个视频，然后呢就是我有这种这个福德，所以说呢就是有福德和这个罪过啊，就这个是主要是这个建立在这个有形无形的这个因缘上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涅槃经里面就是所讲到的这个三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虚幻不虚啊，虚幻不实，这个说法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应该建立在有相续的这个性的这种本体上，就是案例的。如果没有这个性呢，就是就全部是像那个石头一样的话呢，那一个这个石头呢，就是比如说扎死了一个牦牛，那实际上呢，就石头扎死牦牛的话呢，就是不会有这个过报的，因为石头不可能是堕入地狱当中去啊，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杀害者呢，就是他没有那个这个性的原因。非常这个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这个成为这个法有子，就是稍微动到一点空性的时候呢，什么都是不存在，就是然后诽谤因果，就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见解。然后呢，你稍微动到一点因果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来自这个什么这个中观的这种见解也是破不了啊。那这样想的话，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应该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有不同的道理来去进行理解。这样的话呢，真正是了解了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转法轮的究竟秘义，就是这一点现在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主等无功能，不生入幻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入幻我，因缘生一切，毕竟此非有。那么对方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对方呢就是说是你们中观派呢就是认为真实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有信，而幻化的东西呢就是没有信，所以这个众生呢就是肯定是有的，因为他有信的缘故，而这个幻化呢肯定是假的
啊，就是黄花呢肯定是假的，因为它没有性的缘故。有性和无性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是有的，另一个是不是有的。因此你们中观派千万不能用那个什么这个黄花来这个比喻啊，就是不要认为一切玩法都是这个虚幻不实的，不能这样的。你们一个是有性的，就是黄花是没有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对方呢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作者呢就是下面给他回答的，就是所以有性无性的话呢，其实因缘具不具足的一种这个差别而已。你有了性呢，就是不等于呢就是变成真正的这个实有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这个进行剖析。怎么剖析呢？因为这个幻化啊，就是幻化这个物的话呢，就是周易啊，像刚才所讲的这个狮子啊、木块、啊，就是当当，就是各种这个幻化式的它的这个无举啊，它的这种用举，它的这些用举的话呢，根本没有功能啊，就是没有功能呢，就是产生这个性的这种能力啊，就是任何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幻化师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就真的那个就是产生那个性的能力啊，就是这不仅是以前的这个幻化师，包括现在的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通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啊，最后的话呢，就根本没办法，就是让一个众生呢，就是创造一个蚂蚁的这种能力都是没有的，众生呢，就是完全是不相通的，因为我们众生呢确实是有这个无明的，有这个烦恼，有这个业，还这样的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有苦乐的感受，就是所以这个心识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有的啊，就众生是有性的，有了性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他呢就是成为这个业力的这种所依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个所依呢，就是就可以这个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幻化的这些物体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性质。那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如果众生是有性，就是幻化是没有性的话呢，有性的应该是变成是有，无性的不是这个是有，但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啊。孟和仁伯奇以前举过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牦牛呢，就是头上有这个牛角，就是而这个白马呢，就是头上没有这个牛角，就是然后你不能说是啊，这个牦牛呢应该是有的，因为它的头上呢有这个牛角的这个原因，而这个什么那个它呢，就是这个马呢，就是它头上没有这个牛角的原因，所以呢就是它是不是有的，不能这么说啊。就我们这里有些道友的这个头发上面呢，就是有白。色的就是很年轻的，就是但是上面呢就是白色的特别多，有些道友的话呢，虽然是年已经老了，但是头发是黑黑的，让你说是啊，你因为有白发的缘故是这个是有的，就是然后因为那个老道友呢，就是他没有这个白头发，所以他是不实的，就是有一个因缘具足的原因呢，就是然后这个发具足的这个什么所以呢，就是是有的，让另一个不是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呢就应该说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知道整个世界上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缘千差万别，这形形色色呢全部不同的这个因缘而这个产生的，没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法呢就是能产生一切果的，就是这是没有的。因此呢，就是说是在整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产生不同的这个法，而有些呢就是有性的，有些呢就是没有这个性的。这个性有性的东西呢，就是不能认为是它是这个是有的，没有性的东西呢才是幻化的，这样也不能认为的。因为众生呢就是虽然是幻化的，但是呢他有这个性，就是而这个其他的这个阳缘呢，就是虽然是幻化，他呢就是没有这个性。然后你有性和无性的差别呢，不能说是一个是实有，一个是无实有啊，就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不合理的。因此说呢，就是真正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愿当中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操作呢，就是不可能是用一个法来这个制排的。当然这个最究竟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最终一切法呢，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中论因缘品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涅槃因缘中这个求果不可得啊，就涅槃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重如无因何从缘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校正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真正最我们就是观测最究竟的法的时候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所有的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也不会产生的，然后所有的因缘呢就是分开，就是涅槃是当时解释的时候就分开，或者是因缘聚合，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果是不可能就是得到的。既然这个因缘当中是如果果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因缘而产生的这种说法是怎么会有呢，就是不应该有的，就这也是一种众生的这个迷惑或者是一种假象而已，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到达了就是最高的这种这个境界，但没有到达这样的这个境界之前的时候，在我们迷眼当中的话呢应该要
要知道啊，就是钟声跟那个欢华的这种大象的这个差别呢，就是有是有啊，就是一个是有性的，一个是没有性的啊。就是我这个人和这个镜子里面的我的这个印象的话呢，那就是我是有性的，镜子里面的这个象呢就是没有这个性的。但实际上呢，我也是这个现而不自性的，他也是现而不自性。从现而无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总管里面呢，最主要强调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所见所闻也好，或者所有的这些法的话呢，在我们面前是现象是确实有的啊，但是呢，这个现象的本体呢，就是跟这个经种的影响没有任何这个差别，就是它的本体呢一点都是不实有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这个抓着一个印象呢，就是特别的痛苦啊，就是。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